輝控股好榮幸獲得由 AM730 PR Asia 及鳳凰港股頒發的傑出上市公司大獎，今年已經是登輝上市三年來連續第三年獲得這個獎項。這個獎項對於公司的發展和企業管治是一個很大的肯定。作為一間家電和廚電的開發商以及製造商，登輝擁有自主產品設計和技術開發的能力，為世界各地知名品牌提供由產品開發至製造的一站式解決方案。登輝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發展核心業務和競爭優勢，早期的業務注重於蒸汽燙斗類產品。多年來，我們的研發團隊不斷將熱動力學這個核心技術創新發展並應用在不同類型的產品上面，成功踏入了廚電市場，令集團在亞洲成為具國際級水平的家電產品製造商，帶領集團邁向更高的市場地位。時至今日，登輝已經由以往單一以 OEM 為主業務模式，發展成 OEM 與 ODM 兼備專營中高端產品，以及擁有超過80項技術專利、具多元化產品類型的先進產品發展商。同時，登輝亦成功走向垂直製造模式，生產成本得到控制之餘，令供應鏈更穩定，生產流程更具靈活性，大大提升了我們在市場的競爭力。升級轉型令我們的業務在近年環球經濟的挑戰下仍然展現出韌性，得到不少國際知名權威機構的嘉許。登輝在2019年10月上市，在2021年5月被納入 MSCI 香港微型股指數成分股，在2020和2022年更兩度被評為福布斯亞洲200強優秀上市中小企業。今年，登輝更在全球470間公司中脫穎而出，首次獲提名並榮獲2022年亞洲卓越企業暨永續發展獎 ACE Award 的行業領袖獎，成為香港首間奪得這個殊榮的公司。各項殊榮都高度認可了登輝在電熱家用電器製造行業的領先地位和強大的實力。市場的認可是推動我們走得更遠的動力，亦激励我哋持续创建新嘅行业标杆，长远为客户及社区创造更大嘅价值。藉住呢个机会，我衷心感谢登辉创办人、管理层同所有同事嘅努力及热诚，为集团构建咗一个理想嘅服务平台。未来，登辉将继续拓展业务规模，提升集团喺全球市场嘅竞争力。